司在创新开发烧钱的压力，产品跟人才就像是一个无底洞，不断的在烧钱。对你们公司而言，它是一匹烈马，还是一匹黑马？一个东西叫好，但不一定叫座，可以预期这个东西未来可能会很棒，可是还不知道哪时候它可以拿来当一个经济价值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我们在养它的时候，可能是一个赌值。